来到我们的易安尬世界，欢迎。虽然大家今天就是很久没有拍这个东西了，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先来一下自我介绍，对不对？申医生，你先开始。大家好，我叫申医生，鼓掌。Hello， 我是于牧阳。啊，孙一航。大家好，我是汪嘉诚。大家好，大科研。大家好，我是林默。好了，其实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拍这个东西，就是因为我们的导演他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玩的节目，因为一个游戏想让我们玩一下，但他要玩得非常有种仪式感，是因为他会彻底的烧脑。那么这个游戏叫什么名字呢？我们请看大屏幕。好的，你没有听错，这个游戏就是我们的倒着来。你们先开始还是我们先开始？你们先还是我们先？好，我们先。OK。Section A， 合营义举，不而执政平公。合营义举，不争执啥啥。等一下。什么东西？有没有一种感觉自己在做英语听力的感觉？好，我再来一遍。合营义举，不而执政平公。平公公平。讲了一半天，公平。这个。这个。好。好了吗？我觉得你们应该会。合营义举，不而执政平公。公正不？公正不？对了，你们可以得一分。好，我们来。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必要就是互相帮助一下。开始了啊、哦。现出火名，来然突地。我觉得他发音不标准。妙一人，发音不标准。我是中国人，我是中国人。现出火名，来然突地，料一人出玉笔。料一人出玉笔。比喻意料。不。我们让孙一航哥说慢点，然后一人记一个字，然后你林默哥你先记，然后等一下从我开始，然后主要是我看到答案。你再来试一遍，你再来试一遍。等一下，哎，还有第二题啊？没有吗？刚刚那题我们还没答呀。你说你看到答案了，好吧？从天而降，你怎么知道是从天而降？你给我看了呀。出现啊。出现啊！来，你先，那我来。那这个我觉得不能够放水了，因为这个字就总共才六个字。好多貌相学才，好多貌相学才，好多貌相相貌，好多都好。就是你既有才，也有那张脸，文武双全。也不对，文武就是一表人才。不对，狼心狗肺。对。真的假的？讲错的。才学跟外貌，它都已经有这个成语的两个字了。才貌双全。对。好，下一个。哦，这个可能有点多哦。准备啊。了没完没叨叨唠唠话说直。字比较少嘛，让人念快点了。我都这么念，你们还怎么念？你们让我怎么样？七嘴八舌。不是，了没完没。没有没完没了。没完没了。叨唠，絮絮叨叨，唠，啰里啰嗦，话说，唠唠叨叨，唠唠叨叨，不是，他是苦口婆心，这个，哎呦，他是个大爹，DJ，你刚才说到了一个字，大爹，喋喋不休，哇哦，该我们了，真是我，该我啊，问你啊，对，笼聚方地各一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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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
一项。哎，我又感觉我在国外了。这个形容很多人像疯子一样往一个地方聚拢，蜂拥而至。对，不对，蜂拥而至有一个达字。你真的很挑剔。好，下一个。子样的是可计无数，像我那样念不行吗？哦，子样的是可，太慢了，快点。是可计无时乱忙，恼苦及交里新人容，行子帮塞扰扰多耳抓抓。我选 C。挠痒的对吧？你抓抓耳挠腮，错，不是抓耳挠腮，抓耳挠腮，错。就是抓挠腮，你在干嘛？挠骚我也是醉了。不要，你不要这样好吧？显得我们这一群人文化都很低的。对，好难啊，这个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们的正过来，正过来念。好啊好啊。那该我们了。啊，对啊，该你们了。我们来顺着念。那太好了。就是从开头到。好。从左到右。我。你好的。从左到右吗？从左到右吗？你从右到左，一番事业，伟的理想创造，展抱负，实现宏诗。什么吧？他这么过来练，我还是觉得我的情况。我来。接过来，真的，我真的来。我来，我真的来。你耍我？施展抱负。你按你自己的理解讲，就是一只鱼变成了一只鸟。哦，丑小鸭。一只鱼变成一只鸟，那个故事，然后它、那个鸟变得很大。展翅生飞，有这个词儿吗？鲲之大，一锅炖不下。什么？养鲲，庄周。鲲最后变成了什么？好像突然想起来，就是什么鲲鹏，鲲鹏展翅。对，鲲鹏展翅，是的。鱼鲲鹏鸟展，鲲鹏展翅嘛。哎呀，鲲鹏展翅就是这个。哎，我们赢了。划分。他们俩蓝队好厉害啊！我也觉得，怎么会突然就还带着声音？鲨鱼哥帮蓝队。哎，那这样，我来挑一个我们这边简单的，然后你们来挑你们那边简单的。哦，不是已经赢了吗？我们。对啊，毕竟还有娱乐题吗？对，你们先来，简单一点的。你们要正过来。正过来。衣袖飘曳顺风，形容十分得意。三个字已经有三个字是春风百秀，风吹百秀，袖子里面都是春风。好难啊，春风百秀，春风得意，洋洋得意，得意洋洋，春风秀有这三个字，然后你再想一个其他的字，对，就是春风百秀，春风，春风秀衣，我觉得我们这个春风秀花，百百，好难啊，满袖春风。好，满袖春风是吧？很简单的这个，我也觉得，对啊，特别无语。我也觉得，有你，像虎蹲着，像龙盘着，形容地势险要。龙盘什么虎穴什么那个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不对。还在装啊！我们赢了呀，连娱乐区都赢了，还有什么好说？叫虎盘龙驹啊，差不多嘛。对，都是一样的。我们真的是输得心服口服。好吧，这个题目真的是有一点，就是一样尬事件录到现在为止。不是，我觉得这一期是我录的最尬的一期啊，就是不是很难的一期，这期。我觉得，特别是那个满袖春风的那个什么鬼啊。我们马上就一个节目要播出了，你麻烦录个 N 键，你不想念是真的吗？不是要说这个是要说我有哥哥了，马上就要录了吗？哦，真的？对，前面录这个来做个预热，大家爱看不看？真的？好吧，好吧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